什么说什么，故意贬低一些人，去伤害你封存。他们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别人在你眼里全都是傻逼。为什么这么明显却发现不了问题？糟糕你呢，傻你呢，人们对事物的喜好最容易被接触的频率影响。逃避呢，傻你呢， I don't wanna wanna hate you just什么是非，是非，你也抽到，全都给我分清。